谢谢 KKBOX 给我们10大风云歌手奖，也要谢谢 P Family 这六个相挺跟相信着我们，没有你们，我们也不会站在这舞台上面，是吧？我们六个也很喜欢在 KKBOX 一起听，一起开船，一起听着音乐，一起聊着天，然后今天这舞台。 对我们六个人来说，真的超级重要的。以后 MP 会继续做出更好的音乐给大家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加油，每一位都加油。我们留一点时间让嘎嘎说几句话。谢谢，谢谢像家人一样的我的兄弟，然后。 谢谢最重要的 MP Family 我的歌迷，然后谢谢一路支持我、一路支持 MP 的人，还有我永远最爱的相信音乐，然后有些事情让大家失望，但是希望大家可以再给我个机会，然后也可以再给 期待我们未来的创作，未来的音乐，然后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们看到了几滴泪水，我想粉丝一定也是。不过，真的谢谢 MP 在过去几年来这六个人的组合带给我们这么多完美的回忆跟音乐。我们也要祝福嘎嘎，当然也要祝福未来的 MP， 有你们的支持，我相信他们就会有力量持续走下去。全场的朋友，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，谢谢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 MP 魔幻音乐。哎，阿翔，你也说几句好，来来来，我们还有一点时间。对，那个其实 MP 成军到现在已经6年，然后我们唱过只有7个人的签唱会，但也唱过万人的演唱会。我刚刚坐在后面，看着小巨蛋，好像又回到。 我们那时候办万人演唱会的感觉，加油！对，然后今天跟凯凯说一样，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就是我们其实每一场的演出都是拼尽了全力，不管台下有多少人。那在未来，我们还是会继续做音乐，重点就是我们要带给你们正面的能量，让你们在看我们的演出的时候可以非常的开心。 希望你们会喜欢MP的表演，谢谢。加油！姑姑，或是雷宝，要不要说几句？来，姑姑，就是6年的时间，然后我们做了很多的音乐，然后也有可能安慰了很多人，或是抚慰了很多人的心灵。然后帮助了一些遇到困难的人过了他们的难关。然后今天，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一关要过，但是。 看到现场这么多，我觉得我们一定会熬过去。谢谢大家，加油！雷宝，要不要也说几句？很开心，因为回到小巨蛋，然后又是这么多人，然后谢谢你们继续支持这 MP， 谢谢你们。然后虽然。 他永远是我的好兄弟、好朋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很久没有看到婷婷，今天非常谢谢她特别出来 KKBOX 风云榜，谢谢你，你也要加油，好，谢谢，加油，好，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，常常出来跟我们大家见见面，心情就会愉悦，最后的收尾当然是交给嘎嘎。 其实不知道要说什么，然后我觉得今天在那边我很开心，因为就像我每次在我的粉丝专页或是部落格上面讲，就是我很珍惜每次的舞台，然后我也希望今天不管未来会怎么样，然后。
我刚才上台前告诉我自己，就是怎么样都不可以掉下来任何一滴眼泪，因为我觉得 MP 的演出、 MP 的音乐、 MP 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带给大家正面跟快乐的力量。所以在我人生的过程中可能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跟一些错误的事，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我们六个人，可以记住我，就是永远是认真的站在舞台上然后唱歌给你们听。所以我希望就是笑笑的跟大家同乐，然后真的很谢谢所有人，尤其有些人不一定是我们不一定跟我们经历了六年，但是希望你们，真的希望你们就是可以花一点时间然后去关注 MP， 然后花你们一点点时间去听一下我们历年的专辑，因为其他五个兄弟真的是很认真在做音乐。谢谢你们，再次的谢谢六个人的我们最喜欢的组合魔幻力量，他们曾经带给我们许多许多的 magic power， 所以现在换你们回报给他们一个最热烈的欢送，谢谢。